今天好开心啊！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节目来到的地方越来越空旷？对，之前还有一些人啊，还有人在旁边，就是可能弄点东西。对，现在是完全没有人哎，只有些鸟，就是直直的一条路。那个有一些，你看到什么？乱讲，你不要乱讲，跟大白天的，你不要乱看好不好？眼神回来，好，回来。好，今天真的很开心，因为我们来到一个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地方。我们今天是要跟来扭牛来做朋友的，我们不聊什么温体牛这种东西。这你在讲什么呀？不能，是讲什么？对，我们来到的是云林，因为这里有一个扭牛安养中心。安养中心。对，然后这个扭牛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辗转来到这边，然后来到这边之后呢，然后有个大哥就很好生把他们照顾，希望可以陪伴他们到晚年。哦。然后直到就是牛的一生结束这样。就跟人的养老。养老院一样，对，就是像养老院一样，所以我们去跟大哥聊一下，好不好？哎，大哥已经在那边喂牛牛了，大哥，嗨，嗨，你哇，已经在喂牛了耶，好可爱哦，第一次这么近哎，啊，对啊，我的天哪，哎，可是这只牛为什么它前面长了一个它的鼻子是什么东西？哦，它的鼻环以前就受伤了。那是他戴鼻环戴的后遗症。对。啊，那所以你在这边来到这边就把鼻环拿掉？因为我们是人道饲养的。嗯，对，就是他来之后，就是让他没有任何的压力跟负担，我们把他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拿掉。一个一人一个。什么名字啊？阿乐，阿乐，对，竟然有名字哎！要放，你会被拉走的。不要跟阿乐拔河，这只阿乐那只哎。安心。对。好可爱哦！现在这里只有两头牛。对。那他们两个是因为年纪大了，所以才来这边吗？因为是农夫，他老了之后，他没有办法再饲养，之后就是转到。这边来的。那以前要是农夫年纪大了没办法养的牛会去哪里？直接被屠宰杀掉。啊，是哦。然后大家就辗转来到这边，然后现在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除了被屠宰、被安乐之外呢，他可以来到就大哥这边，然后好生养他，照顾他后半辈子。对，好棒哦，真的很棒。哎，我觉得他饿了，我们先喂他。好。对，哎，你们有喂过牛吗？没有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甘蔗。啊，甘蔗。对，我告诉你，这两个是真咖手，他们没有看过真的牛。我觉得他们真的看起来就是好干净哦，看起来很健康。对，他们看起来就是你知道眼神充满光的那一种。是，他不咬。对。安心吃饭饭哦，安心吃饭哦，安抚他。安心好棒哦，安心吃饱了，你还是不喜欢？我们没有其他小鸡，没了，我们没有了，抱歉。安心咬到那个竹子。那这里平常是人，大家都可以来参观。对，它是24小时开放的。开放。对。然后就是教大家就是怎么照顾牛。我们今天要做一个连我都没有做过的事情。那你已经很上手。我们要帮牛牛洗澡澡哎。而且这是工具。对，这是工具。然后，因为我们刚刚还在取水嘛，现在我就一直在干刷。干刷，我觉得它很像很舒服，它好像在抓痒，是不是？对。那它尾巴翘起来，你刚刚讲说是为什么？第一个，它对你有兴趣；第二个，我有男朋友。他很兴奋。他现在很兴奋。对。但是它对你没有任何的伤害性啊，所以以扭扭尾巴这样子的话，就代表它现在是开心的了。很像，哎，好可爱哟！来，就帮它 SPA 洗一洗。SPA，它现在是要把上面的刷掉吗？对，等一下，我们先帮它刷掉。好，它会痛吗？它不会痛，所以很大，它皮很厚，它皮很厚。是啊，那它轻，它可能会觉得很痒。它也蛮轻的。他大哥说安心比较亲人，是因为安心小时候就被带到这边来了。对，为什么会是小时候啊？他小时候是因为在花莲的吉安乡那边，刚好是农民，刚好他的眼睛有眼疾，他没有办法再饲养，他透过我们去把他直接把他接回来到。哦，可是你一开始怎么会投入这一行？这一行现在很少人做哎。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108年的时候有发现说他本身是农民的身份，如果他没有办法再饲养，之后透过那个政府的水保局跟文化部的计划，我们成立水牛安养中心。所以你本身之前也是农民？我到现在也是农民啊。对对对，青农。好可爱哟。然后你就有发现到农民的牛牛会有这些问题。对，是啊。想要，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因为真的很多动物可能帮我们帮人类工作了大半辈子，然后结果最后就晚年可能并不一定过得很好。是，现在有这个环境的话，你看还有水池，还有草，还有人家把它抓养，还有三个美女。对呀，看起来过得多开心。他很幸福啊。很幸福哎。哎，现在可以飘雨了，我们不用沾水了。哎，还心爱你耶！我的天哪！快，到了。大斗笠，大斗笠。他是怎样？他是对我有兴趣。他对你有兴趣。对。哎，他最喜欢陈思源呢。他很会选。刷完毛了，感觉很开心。我们应该有跟他培养了一点，从陌生的朋友。变成好像有点浅交的朋友，他已经爱上我，有聊天，哎，他真的他来走了，而且有到这里都是他舔的，哎，不要撞脸，好啦好啦，怎么办？你要留在这里，好啦，回家，分家了，小朋友，好啦，把他带回家。为什么？为什么会？他为什么不爱我们呢？他对他比较亲近啊，他觉得我是牛吗？我刚刚抓痒。了不起的，我的用心啊，你没看见？你们两个就自己组团，没有，你就让他撞，你就让他撞，我在什么姿势？哎，他狂舔你耶，好可爱，好，那你就带着他，他就是你的好 partner 了，好不好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帮你的好 partner 做另外一件事情，刚好雨停了，我们要培养更深厚的感情，我们要从普通朋友变成深交的朋友，我们很深厚了，很亲密，这很亲密，越亲密的朋友要做的事情呢，会越深入。我们现在呢，听说大哥这里有一个活动，对不对？大哥为什么笑得这么奇怪啊？对啊，你怎么笑？这个活动。蛮特别，蛮有趣的。对，当然啊，来就要体验惊讶、惊喜、惊恐。惊恐？为什么会有惊恐？怎么惊恐？怎么惊恐？那我们就来抽个号码牌。来，来选一下。那我就一啊。先等一下好不好？那我二啊。那我三。好，我们直接打开，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干嘛。没有，他今天就会陪我们一起录影。你要不要直接做？你要不要直接？你后退。没有，你。好奇怪啊！什么意思？是你有母牛的感觉？我有母牛。哎，你看错了，他没有母牛的感觉，你看错。好，我要打开来了。打开。反正我们也不知道要干嘛嘛。好。直接打开。哎，手腕呢？我是吃手扒鸡耶，好棒哦！加手套。哎，是手套哦。哎，所以我是手扒鸡的手套。对啊，是要干嘛？那我们要手套要干嘛？你现在所看到的。范围可以当做做燃料的，我们可以把它捡起来。就是地上这个草啊，不然呢？大哥，我觉得你就不要铺梗了，你就直接明讲我们要干嘛好了。直接来捡牛粪。那我要用手。对，这个是。直接捡牛粪，安心。可是那个牛粪刚下过雨，它是湿的哎。我之前捡是有捡过干的。对，我们可是我现在要捡湿的，是正确的吗？正确啊。啊，你确定有人用手捡吗？有啊，就是你啊。这正常，好幽默。一般来说呢。我啊，还有你啊，对啊，不要跟你一样，没有，你要留在这里。你知道我们今天是让安心选人的，对，他刚刚选中了你，只有我可以摸他的大便，只有你跟他可以最亲近的接触，好不好？我的天啊，哎，他好像渐渐要选择你，没有，应该是没有，再换一下，再换一下。哎，那你可以示范给我看吗？好，可以。多久以前的？刚刚的很新鲜。我们现在站在这边，我觉得这里的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都没有味道。你等一下就在那边堆一个沙堡，变黄金。你就堆一个，怎么可以变黄金啊？我要假装里面有黄金。天，我觉得这需要一点心理建设。大哥，你示范给他看。好，我看一下。
哇！它还可以在澎湖的话，它可以做来做面膜。先不用，大哥，我不用了。我觉得我们节目，他跟我说来，我帮你涂一下。我觉得我们节目的宗旨就是要身历其境，我们要真的。我们真的要融入到这个环境里面。可是面膜直接敷吗？真的啊，在澎湖就假的。你说是不是？你说大丸直接敷哦？对啊，好热哦。在澎湖哦，真的，他直接去敷了哦。大哥，你不要骗人。这个作用可以干嘛？美白啊。哎，你今天早上不是还说你变黑了？真的假的？对啊。哎，你敷手，你敷手啦，反正你都要，你都要剪了，敷到这里啦。大哥，你帮他敷一下。女孩子最行了。看我这边啊。没办法，没办法。辛苦哦。是抹一抹。大哥，里面有虫哎。有吗？有啊，你看，在下，这是虫哎，你看在爬。没有啊。有啦，这里啊，你看，这是什么虫？大哥直接给我拿掉！新人加油！我觉得这一趴你可以跟大哥自己玩个。不好意思，我们俩还在惊吓。我们两个先去捡其他的牛粪。你们两个现在在。对啊，他。你们慢慢，然后他本身就是药草啊。你们继续培养感情好不好？你教我。我们先离开了。哇哇！太惊恐了！哇！天哪！这已经干掉了。他已经干掉了。那我们下一个那个吗？哎，不好意思，干掉是我的。哎，戴口罩，你凭什么用干掉的？你都已经敷成这个样子，你凭什么要不用干、不用湿的？这个更恶啊！我觉得好像这个比较好哎，我要来剪干掉了。哎，哥，这个感觉比较恶。不会啊，干啥吧？对，你要对啊。他们怎么感觉很顺利啊？他很顺利啊。哎，你那个。你选得很好，你选得很好。我看不下去，我会选哎。对，这样吗？对。你要有感情。我买了，我买了。抱歉。你要有感情。有一些生物。Oh my god！ 有点味道呢。靠近它一点点而已，不浓。看我这边。哎，我已经满了，不好意思。你看，我这一头。好了吗？你不讲，就是以为是什么泥土石块，还没，还有。然后看这样，我觉得不要看它就可以。我觉得你就不要想它什么的，就泥土嘛。OK 啦。好了吗？还没哦，还没。太多了吧？还没啊。这什么啦？越来越多，这是干掉的吗？对，还没没，还没还有啊。伟大，好可怕啊！应该可以哦。来来来，我这桶已经满了。我好想，我就在这边看他们表演。我一半。哎，你好认真哦！哎，你超慢的耶！你们戴手套还速度那么慢？你看我剪了这么多。你满爆哎！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刚走过来，我还想鼓掌呢。算不赢大家。我跟你说，等一下，等一下。你尽量跟他站在一起，然后快点跨去那边。是死人，怕一个不小心。你们是徒手组的，我不是手套组的。对，我觉得可以。好屌哦！因为你现在闭上眼睛摸摸看，它就是粘土。小时候你在玩的粘土。我知道，你等一下要用这个堆到城堡嘛，对不对？差不多就这个。沙堡。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哎，那大哥，我们这分量应该够了吧？嗯，够了。等一下还有亲近的跟他有。怎么那么多活动啊？这里也太多活动了呀！还有，大哥，请问这个是？好香哦！正在烧的这个。我们刚刚捡的牛粪，它变得很多种的样貌。这是其中的功能，对不对？对，对。我之前有做过，然后它可以驱蚊，对不对？它可以驱蚊，就是非常天然的一个那个驱蚊的。它有点那种熏香感，就是蚊香雕。它烧起来，因为牛板就是吃草嘛，所以它排泄物就是很多草。嗯，所以你熏的时候，它就有点像是那种很天然那种草的味道。是啊。你不讲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牛粪做的。而且你看，还做成很可爱的造型，这是昂咕贵的形状。对，那我们先把。原物料先放在这个，是湿的哎，当然可以啊，湿的也可以，当然可以，又要我来就对了，当然你啊，当然是你的啊，他自己认领好吗？啊，我戴手套吗？但不要啊，
你要 nature， 你就要 nature 到底，一定到底。你不知道我们节目已经变成就是天龙人下乡体验的节目，所以我变主角是不是？对，你变主角，好像是帮我的事哦。对，我没演。你扮一个，你扮一个啦，不然你跟我一起啊？没有，我已经带好了，不要碰，把它倒进来，不要碰，好，我倒进来。哎呦喂，仿佛他就是真的是你。来，等一下我们撒这个粉。哇，这个是什么粉？来，你们这个是什么粉？闻不出来。闻不出来，那是牛粪。你跟他同化了。闻看看。这是什么？哎，它是那个。闻不出来，有点像艾檀香，类似艾草那种，是不是？当然啦，檀香类的那个粉，抹一抹，来再来，我们把这个目的是要让它就是变干燥吗？对，混合喽，请用感情，安心你的便便，安心你看它跟你感情多好啊，安心，我觉得食人疯了。安心，你要多大一点哦。怪怪的，哎，可以再给我点粉吗？可以，你要用感情。用那个吗？用感情。我刚刚在做面团。天十元，你现在可以定居在这边。我其实很适合务农，是吗？那个杨安心，我们在一起吧。可是我觉得这个你们要试一下，哎，试一下。我觉得这样没什么感觉，手套可以拿下来，可以没关系哦，没关系，这样子。而且其实，在做这个同时，是一方面也可以看他们的健康状况。啊，当然是可以。就是因为你可以透过粪便，你知道它就是消化程度或是颜色，对不对？对，如果它是拉肚子的话，它会黏黏的一坨。它正常会变成这个形状，然后一大坨，对，很像石头。对。你猜猜看，他为什么拉肚子？没喝水，错，应该不是。为什么拉肚子？嗯，吃到不对的东西。吃太好了。啊？他会拉肚子。他会，然后他消化不了，他就变成稀稀烂烂。对。还是觉得怪怪的。对，不会啊，你心里有压力，对不对？就是吵，有一点压力，这就是吵。我知道你们始源，你真的很强。因为檀香它也是中药的一种，对啊，它也是可以驱蚊的。啊，耶！怎么了？看到很像蚯蚓的东西，真的假的？是吗？好肥啊！蚯蚓，对，蚯蚓，应该是蚯蚓啊。对啊，合理啦。对，它合理的。你不怕牛粪，你怕蚯蚓？对啊，它是蚯蚓。也蛮奇怪，你不怕牛粪，怕蚯蚓。我们算滚粪虫哎，对啊，堆，把它滚成一球一球的，有没有？然后现在就可以压了。你现在是我们的示范组，又是我，你要这样，好，可以了。好，然后弄一个，好，这样吗？你要用感情，又要，这里很多东西都要感情哎，当然啦，大哥就是带着感情在做。哇，你指甲有剪刀啊？这叫我用指甲刀，用没有？你用手掌这样子撸过去啊。不过去啊！哦，这样子可以。怎么那么呆？我觉得差不多。可以啦，差不多啦。可以，很平。打开。哦，你看，形状出来有没有？对，拉起来。打开，拉起来。哇！哇！厉害。哎，还不错哎，还不错，一个陶瓷的形状。对啊，很顺。换你。那我来做个乌龟。哎，好疗愈哦。好疗愈。乌龟是圆形的，感觉就只要压。哇，你不用比较大。要用锡箔纸吗？等一下敲一下，不是就下来了，对不对？挑战那个高难度也可以。这样是高难度，是不是？对。它会可能掉不下，会粘住。练没高就是压紧一点。对，压紧它才会比较密实，在点的时候不会散开来。厉害。好，这样感觉好像可以哦。补一点土。走！加入，握手，补什么土啊？握手，我不补啦！你撑那么久，早知道一开始就直接最后一刻，搞不好手还会变白。重点来了，啊！好，不行，再次。
重新啊，不用了啦，会我会错成功。摸到了，我的心理压力啊，应该会成功。不会啊，不会啊，你看摸就出来了。对啊，有点复杂。巧。哦，再整，有啦，再整一下这样子。好啊，啊，古贵，你说你站的更紧，嗯，要压得更实。我们刚刚其实压得太松了。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先不要说碰牛粪好了，这是我第一次这么亲近牛。然后我觉得其实我其实是对大自然很有兴趣的人，只是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去接触，所以其实我虽然一开始有点害怕，但是真的摸下去的瞬间，我觉得我跟自然合而为一了。其实我觉得感觉蛮好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天，就是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然后其实就是大自然有很多我们很值得去接触的地方，然后听说等一下还有更厉害的，我很期待。好的，老实说，我之前就是有捡过牛粪，但是我捡的是干的牛粪。我也是，我是用干的那牛粪，然后去做那个画。对，因为干的牛粪它其实真的完全没有味道，所以你其实心里也不会那么恐惧。我们两个必须今天帮陈思源大鼓掌，我啊，轻轻鼓掌，轻轻鼓掌。哎，我现在手上都有屎，湿的，而且都有下过，它还泡在水里面，而且就是真的会有这个虫在里面钻，然后它就刚才敷在手上，真的。Oh my god！ 怎么样？现在是称赞我吗？称赞你，称赞。这先不要。哎，我也有一半，我还自己来中间，有吗？好，自己来中间。灰尘，哎，多讲一点，多讲一点，灰尘。好，我们在称赞你。没有，可是我真的必须觉得，牛粪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因为它是吃天然的草嘛，对，纯素食，所以其他的大便全部都是草消化而成的。对，你其实这样想就不会觉得这么可怕。其实我们节目就可以学到，我们就在帮陈思源培养生活技能，他以后在某个城市迷路之后呢，他就可以。你那个可以生活下去，它就可以跟等于可以跟动物沟通，有没有？没错，然后就是这样生存下去。不花了，不花了，直接被它带走。这样以后我好像路不好走，以后每个我要把你捧到最高，不要吃屎啊，什么动物园啊，不要，先不要。人生已经没有难关了，没错，你打开了那个，还是要有一点，还是要有一点。你现在在那个来，小心啊，小心啊，你多会同等级了。不要。哎，来这边工作多好，有没有？工作结束之后还包吃，哎，这个是玉米吗？哎，也很像竹筒饭，哎，蛮香的。它是竹筒饭，竹筒饭。大哥，铁砂掌，还是我们可以叫阿乐帮我把这竹头咬开。阿乐会烫到，咬开这样子。大哥都已经招待我们，我们这样子不吃东西，感觉好像我们不能嫌弃大哥。大哥已经够辛苦了。对，来吃一下，来吃一下。是啊，来吃一下，甜吗？其实 OK 的吗？很脆，真假的？跟你讲吗？就是。真的假的？其实汁蛮多的，可以，好像跟外面的玉米吃起来不太一样，它是属于那种比较……它玉米其实是香的耶，甜哎，是香的，是甜的。如果没烤那么焦的话，我相信应该会很好吃。应该好吃，它就是那种水煮的。没错，我终于知道今天他们规定我们要穿吊带裤的理由了。为了放竹筒饭，对，为了放竹筒饭。然后我刚刚夹口袋，对。你穿错了。对，好，我们刚刚就把竹筒饭已经大概敲开了，哇，很凶很凶，很凶，哇，可以看到这竹筒饭很漂亮。是我第一次吃竹筒饭，真假的？哦，买一个当汤吃。哦，这个当汤吃，这个当汤吃，对，是这样子吃哦。对，就是，那你要小心烫哦。很漂亮，有没有看到？这个米该不会也是你种的？对，也是你。对，这米很好，自给自足哎。对啊。饿不死，对啊，哎，不好意思，天龙国人才会有这种发言，对啊，饿不死，天龙国人没有看过米啦。我们有一集，他跟我指着那个稻米跟我讲说，这些是葱吗？哦，这个绿油油一片，全部都是葱吗？对，他们都是葱，都是好棒，那你是什么稻香？我刚刚想说，你看他们是不是该吃葱？傻耶，我说对了吧？这是你刚刚唱稻香，你跟我说这是葱，这是稻米，绿油油的稻米吗？
哎，是你说那个是一开始还没开路前是你说的哦、喔，后来我发现的是找你。哎，这很好吃哎。对，我要来吃这样。然后它偏偏会有点锅巴感。对对对。哦，好香哦、喔。那你底下的话是木炭吗？还是烧旁边的那个土之类的？啊啊，烧草啦，还有很多草啦，木头。旁边捡木头。对啊。知道不是啊？都不是，不是哦。之后我们用牛粪来把它堆成我们的控窑。牛粪？啊，对啊。你有在跟我们开玩笑吗？没有啊，这是真的啊。真假的？真的啊。陈思雅刚刚说玉米超好吃哎，他人生我现在有点不敢吃。他人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玉米和饭哎。啊，对啊。真的假的啦？真的啊。以前我们农业时代，小朋友要去上课之前要把牛粪捡回来晒干之后来做我们的厨房的燃料。早午晚餐都是用牛粪去控，是烧出来的。对，啊，假的？那我跟你讲，真的啊，因为他们现在都长这么大了，应该是没问题。真的没问题。我觉得应该是一定是没问题啊，这是心理压力的问题啊。我们刚刚去捡的时候，它变硬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味道。对。對然后只是这。而且在这边烤也蛮香的，只是没有想到它会跟食物去做一个这样子的结合。对啊，通常都会隔开。那我知道了，以后我们野外求生的话，我们先找到牛，我们就有燃料。我以为你要说其他动物，没有，用钻木取火，先找到那各种动物的大便都可以吗？牛比较适合，牛的粪便一坨可以燃烧大约是20分钟左右。很久的一坨，对啊。你有想到这么好用哎，连排泄物。那你有发现我们默默盖回去？但是学到一课，燃烧完之后灰烬把它收集起来，我们再放在那个盆栽上面，它可以当那个脚肥。这个好自然的循环，对，我们在这边一整天，从认识你哦，然后知道大哥为什么要收养。然后收养之后，我们实际去帮他刷，虽然中间下一点雨，可是我们跟阿乐亲近到了。对，阿乐是很怕生的。对，然后可能中间我们去捡牛粪啊，然后到最后我们怎么样就利用农粪做出一个午餐。我觉得我们节目应该都有教育意义，一直都是自给自足，然后循环利用的概念。目前录到这里是这样，没错吧？感动，感动，对不对？什么东西都一定是自己亲手去宰的，让大家知道一餐呐、啊、得来不易，是很辛苦的。然后大哥也很感动，就是愿意去帮助这些牛只，因为这个问题可能是以前没有想到的问题，但是放到现在的话，然后让我们去就是反思，想说，哎，怎样可以，农民退休之后可以再帮助这些牛？因为除了大哥之外，我知道好像有其他地方。也有类似陆陆续续在做有牛安养中心，是，对，都是一群非常有目标热情的人，所以大家如果下次来云林的话呢，可以来找大哥，我觉得很有教育意义，尤其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对，超棒的。而且我觉得小时候你就要告诉他说，这些是可以这样循环，就不会像我长大变这样，对，长大变成，合理合理，多走出户外好不好？好，继续吃，我们看看有没有煤炭化的玉米再吃一下。